对着这民进党党内这初选开始有这个火药味，啊，佮有这烧大个情形。今仔有几位这民进党立委来表示讲，因会当体会所争抢的心情。啊，毋过有哪拢徛出来呼吁讲吼，这党啊真正爱团结，啊，佮有风度。民进党总统初选第二场政见发表会，出现火药味。参选人之一的苏贞昌，面对蔡英文拍出唯一支持的文宣，无聊去讲苏贞昌民调关系，国民党动用龙溪会做选，让苏贞昌挡袂掉。其实看伫港党同志的眼内，也有人为伊抱不平。这样的说法其实当然反映出他的心情如果说连这样的心情的感受都不能讲那这个未免也太强人所难了。所以两边人都要互相都要自我克制，这个事情如果真的有影响的话，应该交给党中央的整个选务小组来处理，要不然的话，这个如果两边在互相在隔空开火，我觉得其实难免会重到2008年的这个互相杀到刀刀见骨。为着总统的初选爆发感动的攻击，唔但苏贞昌在政见会顶冠真感慨，倒来立委嘛看袂落去，好用两边的发言人嘛爱有所站在，片面阁出现感动跳破面，含2008年同款，颠倒会输起大选。你看苏贞昌一讲话，今天马上就有报纸帮他做头版头啊，这个对我们的初选是很伤的。党内同志拢站出来，希望民进党会当团结。在初选的过程，嘛要提出风度。若要连港党嘛拢出动手，对民进党和支持者拢是伤害。接下卢志佳台北报道。这块是即阵啊，大法官的提名案吼，对这提名人啊，互人讲是这可能法官到有这个提名人有这立卡的风波，争议真正讲有够多。民间的世界团体今仔是站出来抗议这马总统啊提名无得当，同时要求这立法院应该停止大法官的这同意权的审查。大法官提名为三月公布人选以来，风波不断。先是被提名人邵彦霖因为性侵判决争议被临时换将，再来又果是事件所长陈碧玉的立卡问题，总统马英九搁开始要为提名人的问题，带着司法院长公开道歉，司改团体批评这个提名案真正是不是款，马总统司改成绩无合格。他本身不重视建审小组或审建小组。组成也不对，程序也不够严谨，那么结果当然就很难看。虽然遭受质疑，但国务院大法官提名人的主文也是送到立法院，准备在进行同意权的审核。各界团体批评，总统企图利用国会多数优势，想要强推过关，但国让因彻底失望，决定以拒绝并跟大法官提名人选，以表示抗议。我们不愿意再评鉴一个可能多数的舆论跟多数的民众都认为根本不适格的名单。苏改团体呼吁，大法官不应该沦为独用精选，总统马英九应该重新提名，并且让过程透明化，增强对提名敢有适当的鉴别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就是台北的这花草的这博览会啊，其实也剩无两礼拜啊，今仔日这天气好，就开始人吵吵吵。啊，不过大家提醒乡亲，若想要去看，千万唔通伫这网络顶端买一挂来路不明的票。这三张花圃票，外观看起来跟新的同款，也不过其中一张已经使用过呀。分辨不出来，看不出来。对，网络上有些卖过有用过的票，会不会担心说自己买？会啊，所以我们是之前就是用公司行号团购，所以就不会怕说去网络上买票。花北村搭一张已经被使用过，市议员接到民众检举，街坊路上买回票票就伫个靠所在，要入开时阵就互人砸乱。即三即张票早就使用过啊，现在要找些人来赔偿，即当互人当作是贪呐。网络上做出回票票，确实有真侪人伫买，介绍上低敢若120元。民众若是对家己买票基本会当去票证中心查询。这个票没有真假的问题，只有使用过跟没有使用过的问题。按照社会秩序维护法的第64条的规定，今天只要是有这种行为，那个就是拘留3日，或者是罚款18000元。除了在回报票证中心，国际文山也有票卡查询机提供民众查询。你这张卡片已经使用过了。回报总部提醒，目前已经接到民众检举，这些都已经是使用过票，搁再提出来卖。提醒民众爱特别细致，也要求警察在回报离开所在加强巡逻，防止有人被误票。记者综合报道。